你知道为什么白火龙果比红火龙果更贵吗？因为红火龙果花青素含量更高，锅中倒500克纯净水，30克白糖，45克白凉粉，一起搅拌煮开，放入火龙果，倒入碗中放凉至凉透，就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果冻了。没有色素防腐剂，妈妈们更放心。